好啦，咁翻嚟唔虐待自己啦，因为我去完全体嗰度已经虐待完自己啦。咁我亦都想试下只豆豆兽嗰个威力如何啦。咁当然系会俾佢黑嘅，所以打翻个和咯，觉醒咗，但系俾佢黑系咪？打翻个和啦，叫做咁样就开始啦，唔好谂啦。好，一开始已经俾人晕咗，有冇搞错啊？你话咁样就哇，系劲啊，爆击啊！麒麟兽真系生性嘅啫。好啦，都系建议打咗麒麟兽先嘅，其实不过豆豆兽比阿星星兽打系痛的，巨星兽。可能因为豆豆兽实在太高防啦，佢系爆我唔入嘅，大家见到我系好开心。即系所以点解要升呢，就系、好似白搭咁，因为佢双防3900啊，我觉醒咗之后系啦。咁就大家其实觉唔觉醒又冇乜所谓嘅，暂时嚟讲我都话啦，暂时嚟讲够用咪好咯，系咯。咁你话日后再觉醒会唔会太迟？我觉得冇所谓噶，游戏你一路玩落去嘅啫，系咪先？唔会话突然间消失噶嘛，加上系 band 带开，系咪先？唔使谂咁多。諗得多都冇用，咁就都係以我一貫嘅作風啦，我會殺咗麒麟獸先嘅，係啦，麒麟獸啊，大家其實麒麟獸，好嘅，搞掂，咁就扣到佢剩翻啲啲血啦，唔係喎，扣剩好多，都唔理啦，係啦，咁我相信帶一隻豆豆獸配兩隻麒麟獸會好舒服嘅打得，係啦，大家見到。只豆豆兽真系好好用噶，不过太可惜已经过咗啦。我相信上一次嘅朋友应该会打到啊，系咪？冇理由上一次即系玩咗一段时间嘅上一次仲未打到，冇乜可能啦，系咪？咁未打到唔紧要啦，今次努力打呢个古早虾同埋呢个基路比兽啦，系咪先？基路比兽，基路比兽有。我突然一讲基路比兽，谂翻起呢个百变小樱，系嘛？基路比罗斯，好搞掂咗啦。咁嚟到最后一关，哇，仍然系细细粒噶，唔知点解喎，真系佢嗰啲光系嗰啲咧特别细粒，佢大家觉唔觉？我就非常之觉啦，无论圣龙兽同埋呢只基路比兽。好啦，咁话咁快，哇好痛，话咁快就好痛啦，扎死佢，佢唔死咯，会点咧？我死咗，咁啊唔紧要啦，我相信一隻豆豆兽应该都搞得掂嘅，希望，好扎死佢，哇大家睇下几舒畅，扣一千，都真系几舒畅嘅，我觉得，哇喺连续爆击喎，劲。所以我升是有原因的，是啦，你哋一定话你马后炮啊，咁样讲系嘛，真系非常之舒畅啊，带一隻已经够啦，咁啊搞掂佢噶啦，应该，我相信佢用光系嘅攻击，就算黑到我都唔怕佢嘅。喂 ，miss 咯，好彩我咁多血啫，唔系啊弊，嗱冇开技啊嗱 ，oh no， 哇！唔痛，幻觉嚟嘅啫。二把下佢好似系扣咗成千几嘅，有冇啊？应该有啊，应该有千几。好搞掂，咁就带一只豆豆兽，其实都尚算轻松嘅，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咁就今日就讲住咁多啦。咁如果对我段短片系中意嘅话咧，又或者系想得到最新嘅数码暴龙资讯，可以订阅我，多谢晒大家。